Alright, 今天我准备了有 eraser, pencil, 还有 pen。 今天画 dragon 龙。 画一个 box， 画。 画 box 啊，画那个 box。 这是眼睛，然后那个龙。 龙的尾巴可以这样，2024呢。 OK， 眼睛的话可以，这个是那个眼睛，这个是啊，上面比较深。 大概是眼睛是这样，然后现在我们是，刚才我是调那个 tripod， OK， 这个是这样，这个，OK， 大概我们是这样，然后。 这是 dragon 中间线，这个我们的话就是。 龙须。
上面比较松面的话是，应该是，等一下啊。这边就壁纸，这边下面比较短哦，上面。上面比较，到该了。这个把整个大概它的那个 shape 是这样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它的那个 dragon，这个是它的那个，这是 simplified 的，它的 version 呢，它的 head，它的这个可以，它的脚可以，这边呢，打开了。像那个画那个板，这个它的那个，大概是这样，它的环这个让它们环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大概他的脸，大概是这样。这边就用手喽，拿着那个卡。三只脚哦，
嗯，OK 了，大概。